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第1027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同号的改造作品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小李呢，在我1000集的时候呢，所送给我的一款纪念物啊，也是他小小改造之后的一款玩具。这个应该一目了然，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它是来自于变形金刚第四集的一个三角龙 Deluxe Class 修改而来的。当时这一款呢，在还没有发行之前啊，光看官图，电影都还没上映之前呢，几个恐龙骑士的造型里头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三角龙，原因就在于它这个蛙式的一个头盔啊，深得我心。这是一个骑士长枪对刺的时候专用的一种头盔，并不适合平常穿戴来做一个战斗，因为视线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大的。那当时的话呢，这一款在恐龙小队里头的评价还是比较低。那我几乎呢，大部分有收，但是并没有收齐啊。那几个这种蛙式头盔的家伙呢，还有这一款这个所谓的暗黑五龙包里头限定的这一款的话，涂装可以说是相当之不赖。它是一个黑色的透明件啊，还有一些电镀部件，上面做一些干刷的一个效果处理。那之后还有一个巨万五龙、巨万头雕那个配色啊，那个我也有收，但今天就不拿出来了。以及还有什么所谓的暗黑版我之类的这些东西呢，就不提了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弄这两个，这一款的话呢是第五集的时候呢，重新再涂的一个版本。那我收的这个二手品，它缺武器啊，武器的话也是两个软胶部件，但是没附耐就算了，我就拿了一把这个，应该是无医生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星城剑呢，给它做一个。OK， 做一个武器吧。拿上去的话呢，还蛮恰当。但是这个武器比较重，本身是全部是纯金属啊。人物在站立的时候呢，是会稍稍的，你看是会趴下去的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小小可惜。那配色的话呢，就是稍微展示一下啊。如果你有记得，我有做过它的一个第五集的一个双头翼龙的一个分享，配色跟它的话是比较接近的，一样啊，是水蓝色加上一些。古铜的一个配色，如此这般。但这个呢，也不是今天的重点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一款已经改造过的。它的话呢，小李呢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啊，这个名字我已经打在字幕里头，它也是有所梗的啊。大小尺寸呢，Deluxe 等级，但当时觉得它不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直至今日啊，你跟 SS 系列相比的话呢，嘿，这个身高的优势居然莫名其妙就出来了。具体来说，小李改了什么地方呢？首先最引人注目当然是这个锤子啊，武器是一把钉头锤。那这个钉头锤的话呢，它是一个，有做了一个小小一个机关啊，我把它给拿下来给各位看一下啊，稍微有点偏紧啊，稍微有点偏紧。那它是可以分离的，为什么可以分离呢？这个人形状态下呢，这个分离呢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，主要是在一个恐龙形态下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派上一个用场。那重量。沉重感还是做的挺够的啊，OK，还是小心点放啊，别这样直接插上去，我怕它会碎掉啊。这应该是用补土还是什么做的啊，并没有说做得很锐利啦，但是有一个魔物猎人风格，一个粗犷系的一个战士来讲的话，这个样子也是做得够了。那其他就是一个手上的这个臂甲，这个原本应该是属于这个三角龙这个地方这块部件啊，它应该是把这一块部件呢割下来放到这里。然后头部的话呢，则是追加了两侧有两个类似于是牛角的一个造型，以及后方还多了一块的一个垂下来的这个部件，所以这个头部的话呢，别有一番风味啊，更加原始战士的一个感觉。但是头部的一个关节就变得有点松啊，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在乎这个。全身上下的话呢，做了一些干扫，当然这个干扫的话并不是非常精细的那种啊，只是一个比较粗犷的一个涂装。在某些地方的话呢，就可以隐约的看得出来它原本的一个这个角色的一个配色，稍微对比一下，你就看得出来了啊。事实上呢，我告诉各位啊，其实呢，在网络上呢，他买这一只的时候呢，我慢了一步，其实我有想买的啊。后来我是没买到这个，我买到这个缺武器的，但没想到后来呢，他这个玩具呢，他改造之后呢，居然又送给我啊，所以跟他的缘分还是不止一点半点就是了。那背后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尾部这点，它这里多了一个类似于是拳头的一个造型。这个待会在受刑下呢，各位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效果了，以及它背后的裙甲做了一些小小的改造。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角龙骑士啊，或者叫甲龙骑士的一个变形过程。基本上
和原本官方的模具呢是完全一样的，手臂的这个部分呢，把它给解开，要这个手跟身体的这个结合卡扣，将它松开，然后呢，两个这个以这个胸口这个位置呢，把它往前面给折下来，两方都折下来之后呢，这个头部的话呢，就往前面啊抬起来，然后呢，两侧的一个头部呢，可以准备做一个合并，但是呢，这个合并上的话呢，因为它这里多了两片那个手甲啊，所以在这个组合上呢。难度呢会变得稍微有一点点高，但是呢也不是说非常困难，基本上还是跟原本官方的模具是一样的啊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把这一个部件呢，手臂打开之后啊，拳头要收进去啊，然后呢它这里有一块凸的一个部件，把它跟腰身扣上，这里从这个地方转过来啊，把这个凸这个部件转到这一侧来，转到这一侧来，跟这个身体中心的这个部分呢做一个卡扣。从这里把它给扣上去，那小心的是呢，其实也不用小心，因为你基本上不会买到这一款，我干嘛叫你小心呢？我自己小心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手甲的部分呢给打开，不过如果有同号呢，你想要这个就是按照一样的方式来改造，应该也是不会很难啊，就是同一个角色呢，自己做一个杀肉，做一个零件的一个取舍就可以了啊。因为他手臂上那个手甲呢，也是从自己身上去割下来的。来，这个地方呢，把它转下来。这里转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会比较小心啊，不会像原本模具一样，那比较粗犷一点，也可以把它完成一个变形。从这里把它给扣上，两侧都扣上了。两个手的话呢，自然下垂就行了。然后头部的话呢，做一个合并啊。那基本上呢，它这个头上这个缝呢，是会比较大啊，因为它有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改造。扣成这样就行了，再扣紧的话呢，恐怕是在打开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，安全系数上的一个危险。那脚的话呢，就是直接往上做一个翻折，翻上去，然后后脚这个地方脚爪翻出来啊，这里，各位应该还是都可以看得到啊，在这个涂装上面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露馅的啊，但毕竟是，玩家自己改造的。从这边。这里呢，后爪翻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尾巴的部分呢给翻出来。那么呢，这个变形呢到这里呢，其实呢，还不算彻底的完成，它还有一个点呢，在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也是它一个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它这个武器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它是可以完美收纳的啊。我们把这个部件拆开之后呢，这个拳头的这个部分啊，先以这个地方。穿过去，这个洞到这里来，然后呢，这块部件再把它从这里呢安插进去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一个兵器呢，在人形下呢还是要把它做成两截的一个原因了啊。从这边尽可能的把它往后面插下去，然后呢，将这个爪尾巴的部分呢自然的放到后方去。OK，那么呢，这个能缩短的一个极限呢，也就是到这里了。那背后的这个腿部的话呢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，这一块部件呢往两侧翻开，把这个部件尽可能往下面垂放下来，让它的尾部呢看上去呢不要分割的太大，自然一点。于是呢，我们这一款这个由三角龙改造而成的一个甲龙呢，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过程。对于它的甲龙造型呢，我可以说给的分数也是奇高哦，而且呢，完全是做到了一款，几乎就是一个部件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运用啊。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它全身的一个造型，头上的话呢，没有了这两个上方这个尖角，还有前面这个尖刺取消掉了，然后呢，取而代之的呢是原本人形下的头盔后面多了一根刺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背上也多了一块的部件。那么它这个头冠的这个大头冠的这个头冠的这个大部件呢，放到了两个手甲，头冠上的小部件呢，则变成了这个背部的这两片的一个零件，所以几乎就是一个家伙呢自己呢做一个零件的一个替换呢，就完成了一个改造。那当然还有这个地方啊，这里多了一个拳头，不知道是杀谁的拳头来的啊，然后呢组成了后方尾部一个武器呢，可以完美收纳，而且是变成一个。尾部的造型呢，变成是锤子哦，这个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。这个草食性的甲龙吧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它也是靠着尾部的这个钉头锤的部分呢，来跟肉食性的恐龙呢做一个对抗。那这个可动的话，就是往上面翘起来啊，当然后方会露馅啊，这个呢就不要求了这么多，只能上下动啊。这个往后面这样翘起来，
对不对？还是感觉还是相当可以哈。那你这样看会有点露馅，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那基本的可动呢，也是跟原本的模具呢是完全一样。头上这个裂缝呢，小李特别交代啊，不要扣得太紧，到时候打开恐怕会损坏。因此我也就露这么一个缝吧哈。牙齿的部分呢，这个地方还是保留的啊，还是可以打开。看上去凶猛也是有啊，他鼻头还故意把它涂成是黑色的。增添了几分的一个野性的一个感觉，上方有一些血红色的一个涂装，就是不同的光角度下还不太一样的一个光泽，出乎意料之外。粗犷归粗犷啊，别有一番风味啊。这个就是喜欢这种有浓浓的一个魔物猎人感觉的一个玩具。那这个锤子的一个收纳呢，可以说是完全的这个胜出了这个原本。官方设计的时候呢，这一款这个三角龙的一个附带的武器呢，是内定是安插在两侧啊。可能你会觉得很蠢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蠢了哈。这个照理说，它这个应该是要可以转动的啊，就是冲刺到敌阵里头去呢，靠着两侧，就跟古罗马那个军团的战车啊，这个车轮上装这个刺刀是这个刀片是一样的一个意思。我脑补的啦，官方应该也是没这个设定了啊。OK 吧，那。个人的话呢，是很喜欢这个家伙的造型，改得非常的好，很妙啊，很妙。那就谢谢小李呢，赠送给我的这款1000级时候的一个纪念物，我会永久的好好的保存它啊。那今天呢，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